今天去洗澡去啊，小手剃红了，哪个小手剃红了？抬起来给我们看看。啊，这个小手啊，快过来，我给你吹吹吧。不能给你白吹啊，你给我干点活，去给爸爸拿盒烟去，抽屉里呢。好嘞，谢谢啊！你上电视柜里面晒晒太阳去吧，去吧。哎呀哎呀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抽屉忘关了，你把抽屉关上去。哎，咱是关，不是开，是关。行了，上电视柜上趴去吧。哎。那边有太阳吗？你不得上这边来吗？啥都能听懂，没毛病啊！哎，有几岁智商？你们帮我参谋参谋。